但是瘦回来，那用这个钱是能做什么事情呢？怎么用？嗯，刚才我们不是去了那个长者食堂，长者食堂，这是给那个长者很便宜的一个午餐，十块钱，三送一汤，嗯，是很超值便宜的，对他们来讲一个午饭，而且他办很多活动哎，学唱歌啊，学跳舞啊，还有你见到他们都是笑容满面的，很开心的在里面。所以你们觉得他们是值得去支持、帮忙、支持、嗯，对不对？挺有意思啊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把我们的盈余11,393全捐吧，好不好 ？Yeah，OK，OK、okay. okay.。那其实这个要不要赚一个整数，加一点自己的心意进去，把它变成20,000块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让我们抽签，有2,000块的，有1,000块的，有3,000块的。好，抽签。OK， 来。我是2,000，我是3,000，我是7,000，1,000。哇。很厚哦啊！哇，就是你看，满满张张满满的啊，进去看起来挺好看的。我们的心意啦，觉得也把这万难无苦那些帮他捐出去吧。也好，我们只打一个电话给他们，就不如我们所有的钱都捐出去，好不好？好啊 ，B 哥哥，我们准备帮你们的那些股份呢，做一些慈善的项目。不知道你们的意思如何？哎，老婆，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最后一天的营业了。你们的那个股份5,000块呢，就赚了633块。我们呢五个人的那些呢，都会用来捐出去给那个长者食堂。那你们的想法告诉我，你们想怎么做？哎，老婆儿，你们入股的钱到哪里去呢？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。就这样子，哎，回复给我们啊 ，B 哥哥 ，OK， 跟随你们，3万不要账户好，账户好一点，哦，好的，走吧，就是在这里，长者饭堂，我们是大湾仔的耶，你们的邻居嘛。知道，很高兴。那我们已经来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啊。嗯嗯。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期，也是最后一天在这个东山口。对对。那我们其实就想把那个盈利就捐给你们这个机构，捐给你们。好，太感谢了。我代表我们的那些居民啊，叔叔阿姨啊，还有那些困难的朋友，感谢你们。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也是代表我们一点心意的吧。那其实除了我们五个，还包括谭校长、谭咏麟、还有钟镇涛先生、还有他们的温暖五苦，还有陈太太应采儿，还有我的妻子袁咏仪，大家加起来就有一个。小小的心意，这是哇，这么厚啊！谢谢，总共就是3万块，3万块不多。谢谢你们。那希望能帮助东山口有需要的老人家跟小朋友。节目的初期已经说过，我们把我们的收入都捐出去做善事。这个初衷我们没有改变过，大概就是捐了3万块，然后能帮助的其实也不多，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带出一个信息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出一份力。我觉得很有意义啊，虽然我们很辛苦很劳累，但是我们的初衷不是赚钱，捐出去那不是更好吗？